8月3日 IT 之家发布了国产 AI 模型哪家强的评测，从得分情况来看，显而易见讯飞星火遥遥领先，但一篇文章可能有失偏颇。我又找到了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的一篇讯飞星火被评为最聪明的国产大模型的文章。从各个大模型的得分率来看，讯飞星火同样还是遥遥领先。9月5号讯飞星火又全面开放注册了，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最聪明的大模型能力到底如何。来到讯飞星火首页，可以看出和其他大模型页面类似，当我们点击左上角的助手中心，就会来到新的世界。在上方可以看到几十种内容方向，线下活动更有上百种内容供你选择。这些内容发布可能正值中秋节，那就先祝关注小雨的小伙伴们中秋节快乐。点击文字下方的语音播放按钮，还会帮你生成非常有感情的语音内容。小雨向所有关注他的小伙伴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中秋节快乐。中秋祝福仅仅是语音还是不够的，点击生成视频，它就能快速帮你生成一个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在这个月圆之夜，小雨向所有关注他的大局，这个视频质量如何？当然，作为遥遥领先的大语言模型，还不止于此，甚至还可以变更视频中的人物背景，而且这个背景是可以选择哪句话用什么背景的，以及人物的声音啊。最主要的是，这些完全免费啊。所以中秋祝福不知道发什么的小伙伴可以用讯飞星火帮你生成。关注我的小伙伴多数是大学生和刚毕业的打工人，那这个功能你们绝对能用得到。来到讯飞星火首页，点击左下角的插件，选择 PPT 生成，给它一个主题，就能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的 PPT。 你可以在线预览 PPT 内容，像这个效果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出来，如果觉得满意，你就可以下载到本地，稍作修改就能使用了。而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太会写简历，选择简历生成，再能快速生成符合你要求的高质量的简历，这个简历同样是可以下载到本地进行修改的。咱就说这个效率，你心不心动？讯飞星火有太多太多实用的功能了，要让我一一介绍给兄弟们，那可能两个小时也说不完，但是我给兄弟们找到一个玩明白的入口。点击右侧的指令推荐，你就看到了官方贴心给你准备的指令集，这些指令集应该就可以覆盖你能用到的所有场景了。那小雨就不带兄弟们一一把玩了。哦对了，考虑到很多小伙伴并没有电脑，讯飞星火也很贴心的推出了多个终端， iPhone、 安卓、微信小程序以及网页，这些渠道兄弟们都是可以直接免费使用的，果然是遥遥领先。最后再强调一下，讯飞星火现在已全面开放，直接注册就可以使用了，大家快去注册一个玩玩吧。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投币加关注。我是小雨包爱，一个分享好玩有趣软件的黑科技 UP 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